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erena 的厨房。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道颜色非常梦幻的饮品，雪域紫薯芋泥拿铁。只要有准备好的紫薯泥和芋泥 mix， 其余的就只需要四种白色的材料哦。紫薯泥和芋泥的详细做法可以参照之前的万圣节特别篇哦，链接也会提供在视频的下方。这次的材料适合两人份，选用透明并且没有过多装饰的玻璃杯，会让成品变得更好看哦。将紫薯芋泥的 mix 平均分成两份，用刮刀沿着玻璃杯轻轻贴一圈在杯壁上。紫薯泥和芋泥不要混合得太均匀，随意搅在一起就会形成渐层晕染的效果，像云朵一样。牛奶可以稍微加热一点点，放入糖，揉合均匀就可以待用了。将淡奶油和准备好的甜牛奶平均倒入两只杯子里，然后我们需要打发奶油。用市售的或者自己打发的都可以，按自己的口味加入适合的分量就好了。不过我建议一定要加哦，会提升整杯饮品的口味。做好的成品是不是超级梦幻呢？喜欢的话记得试试看哦。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，不要忘记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，也可以打开小铃铛，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我们下期见，谢谢支持。